用啊。要不蹭四百位似的，你已经蹭四百位了。换他193啊。你看这里头有那花盆那盘儿，可能没带在里头，到时候你变。花盆那盘儿啥的，你。嗯。是。是。不烧了，但我都使那啥，多久你能炖好？还好，这个这老鸡妈的。不得炖呢，到时候我也不烧了，高压锅一炖得了，是吧？要让它捞出来，捞出来给剁剁，剁剁一炒，炒完了搁高压锅里炖。那个不要了，那个。嗯。这个够吗？啊。那行。不行，到时候给捞出来得了啊！母鸡还是公鸡？母鸡，青岛老鸡，母鸡啊！不行，咱们给捞出来，它太老，他妈的不好弄。这有啥用啊？是不是？嗯。啊。是。这有啥用吗？是。还要吗？不要。那滴点水那个还开始吗？那接管。不知道。卸下来了的。接管要湿了，妈还没出那烂。往开卸下来了，要着不嘞？你那要是要啥呀？要着不嘞？给他也吃不上。这是好饭呢，不是？是。啥食啊？不是不是买啥食吗？买一啥买？这啥时候是好饭呢？别，不要吧。他说。老困了，这破大驴虎不卖了吗？卖破了。
二那个。那事儿破了吗？老师没漏了，你不换那个了吗？要的不卖啊？不卖，别卖，别卖，交啥时？交啥？捞出来了啊！欢迎某胖子。下蛋，对，下蛋的。我捞出来了啊！我捞出来了，鸡我捞出来了。他妈煮不烂这东西，它不耐烂。蒸时候不煮不烂的吧？这东西，看了吗？看了吗？你看这糖汁儿倒是什么是吧？假的白糖，倒是白糖。哪有那美国的吧？哪有锅？这儿呢？这大锅卖吗？铁锅呀，要不卖了，扣啥值？我卖了。啊。我到时候捞出来啊，捞出来咱们剁了。